俊文来。好，我说这个杨俊文啊，今天呢来告诉大家你这整个的故事，好吧？故事大纲就好。就是做梦幻想，就是跟几个美女一起跳舞。哦，这是小胖在青春期常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这很简单，就是做梦幻想跟美女。可是我今天有个很大的难题。哦，什么？就是我妈坐在那边。妈妈在哪边？杨俊文妈妈。哦，妈妈你还有戴口罩哎。今天在的话，你会分心吗？还是有压力？当然是有压力。有压力，因为你要表现的是一个。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男生，没有风流啦，对，没有风流，但是他的 dancer 至少有四位，对，美女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呦，不得了了，杨俊文他今天要演出的就是《绮梦》，掌声欢迎他的演出。这次歌中剧，俊文以自己的白日梦作为发想，虽然是门外汉，但导演对他的创意可是赞赏有加哟。其实我看你是最好处理的，嗯，因为还蛮清楚的。一开始呢，我跟导演设计想说，只要一个我爱上一个女生的梦，结果我导演说，加四个漂亮的大姐姐跟我共舞比较有这个画面。可是我听到，我整个觉得好那个，好害羞哦，四个大姐姐。为了把俊文的白日梦搬上舞台，制作单位特地找来四位女大生一起演出。从没被美女环绕过的俊文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大公开侧天，嗯，然后你的哎，要牵着啦，这样子，好，来再一次，转进来，然后勾勾着，然后踢上勾下下上，对，不好意思就算了。剧情安排他与女大生有不少肢体接触，害羞的俊文能练得起来吗？有没有感觉？哇，这是被你美女围绕的感觉，我整个就好害羞哦，完全是个大突破，我不敢，有点不敢做出这些动作，我觉得。梦。这就是梦，这就是梦，老实讲，这是梦。虽然紧张在所难免，但俊文练习时还是流露出他19岁男孩的本性，挺乐在其中的嘛。对，希望这次我能够很投入，真的在做梦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进来我的梦。喂，英英啊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哦，你在忙啊？好吧。喂，玲玲啊，你今天能出来吃饭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改天咯，这可以不行。喂，宝咖咖，喂，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病因不知道，头上有橘色的甲虫无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很想说只和我自己，找不出这监狱，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甲虫，不该一直做梦，你不是个英雄。做什么英雄？还是你会要放弃？
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人呢？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懒懒的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病因不知道。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掌声鼓励！四位辣妹请到场中央，自我介绍一下，第一位音。